第一季中年好声音的唱将宣布六月再度开演唱会。这日十位唱将现身商场宣布好消息和预告详情，吸引大批粉丝支持。他们当然有大 show 歌后回馈粉丝了。比赛结束一年多，不少唱将都推出了自己的个人单曲。谁送上过彼爱，仍相信是你。过去被结网，结到自己未来，原来踏过尽处都相信，相信。船人不要为心变，游走今世，凝聚世间梦念。有几分憔悴，你的夜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却又疲惫。多谢。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，教我坚毅迈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，一齐唱。没法解释怎么可无从亲人。演唱会的主题是突破，各人都秘密练兵，希望给大家惊喜。而这日他们给了一些 tips， 大家估计会做什么突破吧。我今次我们有机会演绎的歌呢，就是我青春那时候最想去在舞台上做到的事。是我们讲到你搞到我很想估计是什么事。大家问你今次想挑战什么事？都挺复杂的。是啦，而自己都没试过的。不是，这件事我做不到的。哦，是啊，咦，到家嚟啦，因為我係想咁樣做嘅，但係未諗過有咩機會、咩場合，幾個人可以一齊做啦。係啊，做過一件大家預料唔到嘅事咧。我哋唔係拎秘技，我哋係嘗試去令到我哋可以有啲秘技可以表演一下。冇咁樣，可能係真係秘技。係啦，同埋我哋好多秘密嚟嘅，好多嘢都唔講得住。拎翻你嗰啲殺手鐧唱泰文歌啲。我啲太小兒科啦，嗰啲。唔係，我 Vero 哥喺台上面都有講話，即係會唱一啲唔同語言嘅歌。係啊，希望可以咁樣，即係而家練緊，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登得台先。而 Benson 好大胆话会再挑战唱跳，而且仲向 Ramon 下战书添啊 ！Battle 呢样嘢就不嬲，我哋都有切磋嘅。系，其实我嘅意思系不断咧，每次排舞咧都系罗启豪教我嘅。点解咧？我成日嗰啲舞步系唔记得嘅咧，佢系记得晒嘅。真系记得嘅。我系记得，但系做得唔好嘅。今次唔系挑战啊，罗启豪，我哋会有个合作嘅。系，即系。在台上面有一齊有個 battle 啲嘅感覺啦，又唔係 battle 嘅，完全係做好一件事嘅，係。適逢呢日係母親節，吉吉同 Chris 嘅另一半都有帶埋仔女嚟順便過節 ，Venus 嘅仔仔亦有嚟支持媽咪。不過臨出台前 ，Venus 嘅仔仔忽然有啲小情緒喺度爆喊，好彩吉吉嘅小朋友有幫忙安撫啊！多謝吉吉仔女，佢安慰咗我嘅仔仔，跟住俾咗一個類似朱古力嘅俾佢，咁安撫咗佢成個心情，咁啊可以聽我唱歌。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今日母親節啊，係啊，佢唔想離開你啊。